当伊打扫台北电影节，邀请他人爱打扫，他无能不拉拉那帮个三奶奶，他有时话不拉拉，他有时啥不听有嘟噜，他当然不塞呀。他记者会，他在我主席那只一字言，什么路，他在我邀请他人爱打扫，毛你不塞呀？那你把他个三奶奶往哪一个？那在我三奶奶听能耶？只那那尼，那我电影节，那在我搞嘛不塞呀？那吧？台北电影节，我们所之前所谈论的一些新的规划，在原来的格局之下做一些新的调整，然后有新的活动，那这些在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暂时都没有发生。然后可是我向各位保证，然后在未来的一年，然后当疫情逐渐的趋缓，台北电影节一定会秉持原有的多元创新在地庶民的这种精神。今年个好哈嘛，安尼感谢你阿里个多多，这边。当伊打扫，只大爱是男人爱着，伊家着摇啊着，听见歌在唱，啥爱着不慢的人，着乌鲁沙也着，该着莫在爱着，那你当伊打扫嘛，阿拉都着来最佳纪录片进来，最佳摄影、最佳剪辑，啥还最佳声音，十八着高啦。开幕在爱拉扎，然后呢，你比他上大好听，要有些布拉兰，怎么说都好做嘛。然后他上乌萨布拉兰，要他上诺哈纳，然后呢，伊兰爱以后，然后他亚洲安爱，然后开然后莫在安爱，然后呢，你要把克黑都要把拍那看鸟呢，就是那记者也爱，然后拉扎他吉安，然后导演及徐哲嘉斯曼诺，都是哦，毛姆尼奥还是那那呢，他们打他找新闻南吉纳斯曼诺，都是哦那呢。mana neo ngiti ajna supa sina nani tenas ti ajna zao pa mengtim supa tu zao ta janai jana khat na ami ai khana na mana ai zao suma ti kaya kna sianam na 因为一些生命历程的一些原因，所以我把这个方向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从原来关注于这样一个生存困难的一个外在环境的焦点，慢慢转移到在里面对我而言有很重大的一种对存在这个议题，是它彰显了一些很特别的样貌。我觉得原住民带给我非常多的不同的理解这个世界的可能性。他记者会员还要去课文怎么那么马志文爱还能给马丢这么大都一个。以前嘛，身体发火，身体简便，所以当时就说。六月到九月，几天前的三个月，我想说疫情趋缓啊，再办还是要办。那也希望说我们在这个完善的防疫的准备之下啊，可以把这个台北电影节啊，用这个机会来让大家感受到啊，电影有趣的一面。他在乌布兰乌萨布丁乌图鲁下乌的丹南乡阿杜特姆苏托哈丁布兰要比杜的丹南在乌在乌马阿拉埃纳在乌伊加纳尼卡拉乌西姆里里外蒂他在乌西耶南巴蒂塔杜马苏门内卡尼哈克达马哈萨杜巴亚在乌巴姆杜在乌能伊巴杜在乌斯曼伊埃门尼乌埃杜在乌马拉埃杜卡乌拉纳卡尼他在乌哈丁布兰要乌西瓦的丹南巴塞亚提胡尤什曼诺埃。